距离选举投票只剩最后一礼拜时间，为着要帮助国民党所推出的候选人来救票宣传，来自全国各地有数十几个弱势民众，是特别用奥多麦来组成一支宣传队伍，而且号名做小蜜蜂168长征队，准备要伫刷落来迄168点钟，再拢大家小巷来宣传，全力为候选人来催票。虽然身体无方便，不过还是要来支持家己心目中的候选人。将近20位的弱势民众，为着要收听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以及2位候选人张家军、谢淑阿，也专工组成宣传车队。因为他非常的亲民，非常接地气，我们很愿意站出来，然后帮他们助选这样子。他是我们云林的那个家仔，对对，而我们觉得他蛮亲民的。因为我们要共同为我们的那个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加油啊！我们的立委张家俊动算一定调的，我一定爱给他送入国会。透过小蜜蜂的宣传车队，伫县内各地方来做宣传，然后替候选人来争取选票，距离选举也只剩7天的时间。我今天当时上关键的时阵，由这些身障团体，他们就是来帮助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、谢淑雅、张家俊能够在最后赢得胜选。那为什么取名168长征助选团？是因为7天刚好是168个小时。那我们也取这个寓意，就希望说这7天，大家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小蜜蜂助选团。那也希望说大家看到他们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些鼓励跟一些温暖。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谢淑阿也来个现场向所有成员致意，也表示真感谢有大家付出。真侪小巷子吼，真真正正要大放送的话，一定就是爱靠吼咱小蜜蜂。所以今仔看到咱这小蜜蜂爱当来参军，我看到真欢喜，阿嘛真感动。啊，这一处吼，要来谢谢咱这小蜜蜂。我相信有因咱咧大街小巷咧帮咱撑帮咱冷吼，胜利在望。距离总统大选的时间也只剩7天，透过小蜜蜂宣传车队的成立，就是希望来替国民党候选人来救票，期待候选人会当顺利当选，然后来照顾分林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